拜一暗时十点半，请收看《草地状元》。对啦，四条哥，不是阿姐，不是变讲草地状元，不是草地状元呐，什么状元？是每礼拜咯，是每礼拜三暗时啊，宝岛神很大，喂，对啦，对嘞，我讲唔对嘞，那这摆是超级红人榜的九世狂歌唱法啦，哦，这拜几啊？这阮是十礼拜，每礼拜暗时的六点半。哦，天哪，哎，伊就七天哥甲你报告一下，阮这九世狂歌唱法是要邀请你这个大明星哦，来教大家用要安那唱歌，有啥物款的这个秘诀小撇步啦。哦，撇步就对啦。撇步啦，那唱歌话，人人拢会当唱歌。你讲你气质就用耳的，喊花咯，喊耳耳咪当唱歌。你啊学伊唱，你出来你咪是歌星。所以讲同款拢会当。啊，即摆你是要学啥物对啥？无啦，因为我知影吼，你千变万化，大家拢知影你是永远的小朋友。大家顶吼，大家啥物货拢考你袂到。无啦。不过有一项吼，实在是吼，我安尼出道到即马最大的一个瓶颈，需要你甲我帮忙。对，这样你讲。有一条歌吼，叫做《流浪到淡水》。哦。迄个金门王甲上尾一句咯，好大，啦，安尼迄个人，我拢得三个尔，伊得几下个呢？很简单啦，迄个哦，好大，啦，安尼就爱，迄个一定爱准安尼，啦，有啊。哦，你得比伊搁较济，你得三十几个哦。爱是咱趋势较低，你若长舌妇就无法度啊，应该都变，伊就无法度。无啦，是讲这有啥物秘诀无？这出牌啦，哒，对啦，你看，哒。啦三个，我进步。我较早嘛，我较早嘛，好哒啦啦啦，我较早不是安尼啊。你较早嘛了。哎呀，啊，就我种奇怪，即我那，那你若想话，如果人家迄个西班牙，人嘛，啊，哒啦哒哒啦哒啦，我拢来唱，我种奇怪，人咱那也有梗啊，是咱那最起是咪伤短，其实不是啦。你绝对有秘诀的。不是。无你较早得三个，你即马得遮济，你一定爱甲大家讲，你卖搁唱播啊，我甲你拜托。我绝对袂唱。我吼，你若要学这個，拉了会紧吼，你就是吼，爱去迄落，爱去啉迄落，我一摆就是啉迄烧汤啦，迄汤有无？哦，啉烧汤哦，系啊，阮爸都煮出来啊，啊我唔知迄烧汤遐烧，一卡落甲卡一甲，一甲浮落去啊，一浮落去烫一下，哎呦呀，我说。唔是三个尔咧，愈讲愈侪，啊就慢慢练，到后边，好大啦，就变安尼，用烧汤倒来，用烧汤啉落，就有法度调遮侪。当然无法度啊，你若真是烧汤做烧，你甲啉落去，是规个拢汤甲拢球去啊，所以唔通。你弟爸爸拢要学呢，伊记得烧汤无啉无，啉落去是干三个尔，得啦。好了。